全国投资专家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现证。台北股市今天不受凌晨 Nasdaq 跟道琼的大跌，那开高，但是尾盘收低。那今天呢，量缩到727亿，那跌35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谈昨天，我跟各位讲，短线上怎么做操作哈。1月20号跟各位讲，1月21号。我说正对收向上7625，双价下限在7622，正对收向下在7755，三关价的中关在7761。所以我昨天讲元月21号的加权技巧，那我加权可以算得出来，当然期指也可以，只是说金管会规定，好，不能预告期指，因为它可以交易，可以是影响行情，好，所以不能预告，但是我可以算加权。当然也可以算期指，那我也有带期指做，我也有带会员做期指哈，所以昨天告诉你，短线上是这样，7625到7715。好，今天一开盘，我这个高点根本不用调整，低档我调整一下，我低档调整7664，高档775一样，那今天最低就7664，高档7748，那调整过后，低档。一点都不差，那没有调整的高档差7点，这昨天给各位的嘛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怎么去做调整啊？请各位注意，我的技术分析都是没有看到后面，事先算出来。那今天的高点，你会不会在这里做多？跌下来，在这里做多，跌下来，这边都是趋近于我昨天事先预算的高点，今天高点就7748嘛，哈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谈哈。今天开盘在什么地方？开盘是这一根 K 棒，这5分 K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没看到哦。然后我去抓，我要做调整哦。那事实上，你事先做预算，那一开盘你就可以算得出来。哦，原来今天高点是7748，所以今天的最高一点都不差。7748，重点是昨天已经告诉你7755，根本连调整都不用调整。那低档哦，第一波下来会来到这个点是多少？7669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一般的投资朋友这边看好，一开盘7748就高点，那跌下来这里你又看外，给它放空又嘎上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上来，你起码你不会在这里做多，那你不会在这里做放空。好，那在这弹升上来，又到哪里？又7739，又来到这个多底区，这边是不是又7739？也就这里是空头抵抗，是强烈空头抵抗；这里多头抵抗是强烈多头抵抗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拉升上来这两个价位中间，你不要客气，它都会跌。你不要客气，它都会跌。那跌到。这两个价位，你不用客气，它会涨，听得懂吗？调公完我了解枪甲去，没有啊？重点是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讲了，那一开盘高点、低点全部都算出来，第二波的高点，这里又算出来，7739，这刚开始最高7748，好，我把它弄掉哈。这是一开盘，9:05啊！如果你懂哦，原来开盘7748是高点，跌下来哇，原来下来来到7667到7677中间是多头抵抗，就弹升上来，哇，来到这边7739，哇，又完了。那最低会跌到这边，好，啊，没看到，再表演一次给各位看。你要学的是事先预算的技术，有状况你当下调整一下就好了。我没看到后面7748这根 K 棒最高是不是7748？好，这个数字把它挡住了。然后这个点第一波低点7669，最低7673，那拉升上来第二波这边7739。这边又算出来
尾盘收盘7664又来到这里，这就是我在教投资朋友的。好，那明天怎么看呢？这短线的，这短线的啊。那短线你懂，你才有办法去抓中长线哈。1月21号我们谈1月21号，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三关价中关在这里，正对收向下在这里，破三关价的中关在这里。所以今天元月21号，我讲元月22号，这短线的哦，7610跟7705，这是加权的部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谈传统技术分析，它做不到这个状况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们已经算出明天的三关价，我已经算出明天的双关价，好啊，所以呢，这怎么？这是我的投资朋友都会教啦，你如果是我投资朋友都会教啊，好，那不用在意那一点点的会费哦。我跟各位讲哦，很多人在学哦，好，阿伯今啊，你若干完书啊，你都逐天冲来冲去，冲久绝对出代志。那你学到我技术分析，起码你的获胜率会提高很多，因为你一开盘就知道今天的高点跟低点，起码你今天就知道明天要怎么做操作。我现在问你，明天要怎么操作，你会不会？1月21号，我已经讲1月22号，这个都事先算出来。今天 K 线在这里，我已经算到明天了。今天在这里，我 K 线已经算到明天了，听得懂吗？好，不要去听人家每天在那大赚大赚，吼，赚多少赚多少。好 ，OK， 那这两天有几个一些投资朋友来问我昊鼎跟中裕的问题。好，我之前有没有跟各位讲过，生技股这里没看到？我告诉你，195生技指数哦，195以上属于超涨，那生技真的涨到212，那散户一定是买在这里。那很多人在这里就买中裕跟昊鼎，那我都跟各位讲会跌到这里，现在还在这里哦，会跌到这里，事先算的哦。好 ，OK， 那4174，昊鼎这边755，散户会不会买这里？会，散户一向都是涨上来才追，看到利多才追，200块、300、250、300、400不买，700多才在买。那如果这700多，我告诉你在这里，事先告诉你的哦，因为第一次先来这边，他会先做止跌，第二次会下来这里。昊鼎，好，这中裕，300块一堆人在买，这里我已经告诉你，这里会来，这里会跌到这里。那、啊、你信不信？那就随便你拿，这个都事先做预算的哦。当然今天有很多人会讲这种股票，为什么？创高，我跟你讲，创高的股票我都会叫人家小心。你心象这当然是游戏股嘛啊，寒假快到了，那散户一定会在这里买，高手会在这里买，这里最高会买，这里会买，但是这附近不能买，为什么？我不会去介绍这种股票，我没看到后面哦。这叫星象，那信不信是随便你啦，反正，相信我的人永远是少数，因为今天大盘是跌嘛，那当然这种股票一定一堆人讲啊，因为创高嘛，这附近你小心一点，我没看到后面哦。散户不会在低档买，会在这里买。那这里一定是发布利多，那一定告诉你，所有的分析人员都看好，你就要小心了。就跟700块以上的中昊鼎你看好，300块以上的昊鼎你就看好啊。我已经刚刚已经节目上已经讲给各位了哈。哦，我不会放 VCR， 我不会放，我不会放。所以像现在。哎，来到这里，很多人在做放空，不对，这边应该逢低做买进。为什么？来，观念呢？来 ，OK， 9938501，我就知道会涨到10000点，涨到10000点，我就知道会跌到7800。所以10000点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，能年短下有能清。那这里涨升太多，所以
这个点它不会挡，一定会这个高点的融资断头价。那所谓的融资断头价，你外面技术分析学不到，我会教各位10014乘以0.6乘以0.6乘以1.2就乘以0.72，10014乘以0.72，我小学毕业不用看，直接7200，7200上来，好，我教你怎么算。你现在手头上有计算机的哈，10014减到7203，那数字减起来乘以0.618，等于多少？再加八，再加7203，你就得到8940。哦，7200会涨到8400，8900，那涨到这里，散户这里看坏嘛，这里看好嘛，跌下去，跌到这边破线，你绝对不能买。然后来到这边扣低转折，来到多底区，我都告诉你会涨到8900，这边涨到多少？8871，差60几点。好，那来到这边来，我没看到后面。我如果告诉你会跌1000点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会相信呐、啊。就跟10000点，我告诉你会跌到7200，你不信；7200告诉你会涨到8900，不信。那真的涨到8800，我告诉你会跌到多少？我没看到后面哦。8871会跌到7800，也就是跌1000点，你信不信？那真的来到真跌破以后，我重新再算一次，调整一下。我没看到后面哦，这边是 necktie 7753，好，那真的跌到这边，这边再调整一下。所以我是不是跟哥哥讲，这里以下你要做多，你不笨笨的，股价跌了一段，已经跌了1000多点，破线你才在做放空，这就是台湾的投资朋友啊。我没看到后面呢、啊。772几，所以跌到这边，你要站在多方。好，这个你如果不相信，那我们再来看周线的部分。这加权的周线，下周扣低转折，扣低转折，它形成线上做多盘。哎、欸，我这线都事先画的哦，听得懂吗？好，这如果还不懂，我给各位看一下道琼，这是道琼的周线。你告诉我，道琼下周是扣低转折还是高转折？扣低转折形成线上做多盘，扣低就代表底下它是有个铁板。我技术分析都事先算的哈，扣低散户一定看不好，斜力向下 ，K 线斜力向下啊，扣低斜力向下啊，我会看好。那斜力向上，你看好我就看坏，像这斜力向上，你看好我就看坏。斜率有没有向上？涨上来，你又做放空看坏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哈，我们在台湾投资朋友，你醒醒哈！10000点这里扣高转折跌，然后来到7200多这附近，是不是7203这里是不是扣低转折？啊，扣低转折会涨。啊，这个是不是高不过高，低破低，斜率向下？你看不好这周线的部分，扣低转折会涨。听我讲话，了解现在亚秋，算我听无。我跟你讲哈，一般的欧弟上、欧巴上不会参加会员，他会去参加那种每天都大赚、每天都大涨，一年365天，每天都是赚钱的。欧巴上、欧弟上，钱多不是刷拉卡，唔当欧白乱压，提钱去用开个用笑喷啊，你知无？你起码跟着我一样，我们永远买在相对低。我事先算出高点跟低点，就比来讲 ，TPK 跌到这边，散户有没有看好？不会，我会买。来，这叫 TPK， 我要消掉哈。这边下来，我告诉你，这边是买点，我会在这里买。请各位注意，投顾老师只有我在买低点的，每个人都是在做追加。为什么？一般的分析人不追加的话，他收不到会员。因为什么？追加就代表他在高档嘛。那高档，因为散户
他容易去高档追，所以为了吸引你会员，都去买那个涨很多的股票。你这样做股票是一辈子会赔钱，早赔晚赔，全部都是要赔。好，我讲的苦口婆心啊，但是我认为听得懂的人不会很多。我在节目上都告诉你如何去买低点，用我这种方式才可以赚钱。如果你看到一个老师都是在讲涨很多的股票，哎，现在很多投资们慢慢很厉害啊，每天都大赚，你给他骗笑，哎，转呆啊，都在介绍那个涨很多的股票，你给他骗笑，要涨很多的股票，来，这个位置换你来做，你自己就会了。啊，都木已成舟，挥家鬼在崩逼啊，对不对？一人 K 点，这样都要讲啊，我赚多少赚多少，没有用。我都告诉你，我这里会买 TPK， 你信不信？破算老师没塞背，你管我敢拿背背？因为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，散户砍单，散户不看好，我就看好。那由这段就算出这多头抵抗，强烈多头抵抗，我会买。还没开始涨啊！联发科，哦，跌到这个破200，所有散户都不会看好。我说利空破线，股价跌了一段出现利空，散户就看不好，那我开始看好。你看有没有看到20几？老师，啊，你买联发科哦，你给他管，我的散户赶快。两次融资断头价，散户已经开始砍单了，散户砍单我进场，听得懂吗？这波227上来，我告诉你308，308号公车不要坐，啊，结果来到307，啊，你也不听，那跌下来，哎，我就在，我在等，破线又出现利空，我就进来买，哎，但是你要会算呢，哦，我不是你不猛将别杀了，我别乱喷，196。不好意思，我在这里买，这里买。所以你看我电视节目说，老师郭先生，那你不就奇怪？你这哪弄英文弄别的给点？他都不像其他投顾老师，每天上来都我赚很多，每天都大赚，然后用贴贴的告诉你，哦，这一档未来哦涨三成，我再公布。废话，啊，就到时候涨上来就随便哪一档涨，就那一档就贴上去就好了。那里面是空的，猪头，看不哦。神仙人朱拉风啦，林高林红高峰，温哥搞搞动工，算好还去锤中老师，可成你看不好，我看好。这边算出来，我怎么不敢买？400块、300多块你很敢买，200块你不敢买。这里跌停的时候，有谁敢买？你告诉我，这一根1月11号。跌停板，200块谁敢买？所有的老师不惊都惊死啊！拍死我来买。从这里没看到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没看到后面，要不要再表演一次给各位看？这个高比还轻轻挂呢呢，我没看到后面哦。当然，我不是只有用一种技术分析，因为这个节目上。哦，我不会讲太多，但是我直接跟各位讲答案。跌到195破200以后，用力买，用力买。我会不会买？哦，我怎么不会买？我当然会买啊！来，可成两成资金，股价相对低，两次融资断头价，筹码干净，股价跌了一段，发布利空，散户全部砍光光，我进来买。因为我事先算出来，对啊，那你在400多块你会不会买？会，猪头，这里已经告诉你375。我有看到后面吗？这里就算出来了。那来到这402，一堆人就告诉你看好，然后呢，外资调升他的投资价位到450、500，通通都有，钱多的欢迎买。然后呢，我就告诉你，小心下来会到217。这里告诉你195，所以来到这边我就买。做股票就这样，
如果你认同我理念，想要买在相对低，卖在相对高，永远买在相对低档。我买在低档会不会错？也是会错，但是不对我就砍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流流七里吃一堆白酒，赚钱我继续找我，赚着搬家去找别人。需要帮忙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针对的会员部分，你参加一个投顾老师，一般来讲就是傻傻跟他做，我都会教技术分析。一二三号这个礼拜六我开课一整天，这都特殊的技术分析，你外面学不到。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废话我不多说啦。好啊，零高零红高红，我估计高动红，来行的找我，外行的会找别人。好啊，会记的吼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的。我反正有感觉，这个市场上就是这样，好老师真的不多。那买低点的老师只有我一个，其他每个都在讲绩效。你的听讲绩效，我的笑你的起笑。需要帮忙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这个礼拜六我们开技术班，会员的部分全部免费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外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。好，你要事先预算的技术加权跟个股高低转折点，高点跟低点永远都是你会算得到，我会教你。一二三号台北开课一整天，好赚钱加学秘技，只要一点点费用，但是你得到的是一辈子受用，对你非常有帮助。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。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头痛请用五分钟，嘴气疼请用气疼五分钟，五分钟不好好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。这档叫瓶盖股的锦硕，你告诉我，它股价是在低档还是高档？那这一段压回来，这边 Nick Nine， 那回档0.68的位置，这边是一个所谓买点，今天涨上来。那这一档是网通股的德胜，这我之前在这里买，这里卖掉哈。好，现在又回来，那你告诉我，它是在低档还是高档？我会买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想要买在低档，您就只能来找我。那如果你不会买卖低档或高档，你不会怎么算的，那你真的要来学事先预算的技术。苦口婆心，希望你听得懂。但是我跟各位讲，几乎看过我电视节目的早跟晚都是我会员，我没有在跟各位讲废话。因为你为了要赚钱，想要知道一档股票的高低点，你必须要来找我，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不然你自己做三周四赢得十周嘛，高停损，各方那种嘛输，
要不要那就随便你，但是早跟晚你会来找我，这句话我送给你，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注意广告通时段电话只用一点点的费用，但是你在股市里面一辈子大赚小赚都是赚，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， 可以事先预算加权或个股高低转折点，非常的有吸引力，很多人都在学，一点点的费用，但是你得到的是一辈子的效应，好，你就不用参加其他投顾老师，也不用参加其他的技术班，我会教你1、2、3号开课赚钱摘虾学秘技，今天全面给各位5折，一点点的费用，速拨0238986890238986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发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，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发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。嘴气疼，请用气疼5分钟。